是前辈，今天我们是威海市区的 City Walk， 就是沿着海开着车，一边开一边逛，海边坐坐啊，拍拍照什么的，最终会在羊毛岛或者火炬街那边为结束。这的海是真美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运气真的好，最近几天天气都很不错，而且也不冷。嗯，我看人家来这边，特别是去那个搁浅号那里啊，风很大很大的。我们昨天还好。嗯，就是威海公园的大相框，从那边拍过去，就整个就把海看到里面了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卖气球啊？是一个打卡的地方，他们是有什么活动吗？不然不会卖一模一样的气球。对啊，或者是哪个明星来这里，就是说拿着这个气球拍了个照火了，都是一模一样的气球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威海公园这边，然后我们准备沿着那个海岸线开环海公路啊，这样一直开开开开开到这种地方，好像就是有一个火炬坝街的。哎，现在是往海边开的，在道路尽头左转，进入半夜路。我感觉他们都挺悠闲的，在海边坐着。所有海边城市都很悠闲，除了宁波。宁波人就是忙着在挣钱。我们现在到的是猫头山观景台，小豆看人家吃烤肠很香，自己去买一个。年轻人还挺喜欢，都是年轻人。对，我们两个在这里属于老年了。你看，都是小伙子小姑娘。这是雪吗？是雪吧。这不是雪吧？那这里还有一点小冰岛，这样就是小冰岛，是不是？这夕阳一照，这金沙滩，这是对，是吧？嚯、哦，那么青岛啊，烟台，连威海这个好多夏天。哇，夏天来玩应该挺爽的。我们是到火炬坝街的，看。哎呀，没地方停车了呀。对，这里一下子就好热闹。那前面那个左拐就是火炬坝街。我对这里啊，其实不抱什么希望的。其实来都来了，马上要到终点了，这个是全靠滤镜，请小心驾驶。年轻人真的好多，感觉打扮都是那种大学生。左转，驶入内部道路，然后到达目的地，有点格格不入了，不行。接近目的地。啊，就这个地方，要从上面拍下来这样子。我们找了个位置停车了，已经。对，往上开了一点点。嗯，啊，这海边的这样的走走确实是蛮赏心悦目的啊。嗯。夏天的时候在这里逛街就很舒服了。然后那边过去就是沙滩。好多人来威海定居，就买那种海景房。这里房价怎么样？然后夏天又不热。夏天是舒服的，青岛、威海、大连都舒服，烟台。对，冬天也不冷啊。对啊，不冷。就跟我们宁波、杭州比起来，它冬天也不算冷的。好像说它其实，下雪的天数很少很少。嗯。哇，这个沙滩真不错，这样看过去。我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火炬坝街啊，这人也太多了吧。走前面，我们先去最上面吧，看看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这是25，对对对，要买哪个？想看一看，那个最浅的号的那个呢？那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不是这种的，是这种的吗？那行，这35是吧？那也就35，要买一个30，布鲁威斯哈，那。好吧，嗯，这个其实有点好看，但是有点贵，你便宜一点可以吧？只能便宜2块钱，美女。能？这是什么？能？这是可以飘下来的。对，它是有流沙的。流沙的。哦。这是小红书上最火的。那你买两个便宜点吧。买两个便宜点，好的好。总共多少钱？拿两个。嗯。拿两个100吧。你帮我算一下。本来是那个是多少？35。那是69。69+35。便宜4块钱，等于来，
行吧行吧，嗯，要不你到别家，谁应该少不了的，就是，嗯，两个100块，来，不录像啊。拍得到人多吗？拍得到人多，这个就是挺好的。看看这栋房子啊，细看就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主要是来这里想买两个冰箱贴的，我在小红书看到的，但有点贵，但是这边买也是这么贵。还是逃不过这两个字。我们喝杯这个然后就走了吧。嗯，我以为这边会有一些小吃街之类的。它蛮难喝的。真的蛮难喝的，奶味很重，没什么可口味。他后面给你讲的是倒的是奶，我看到他都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进去。今天的日落也是很美的。呜呼，双岛收费站，我们现在离开渭海去烟台到喽。快40分钟就到了。我们随便找了一个餐厅，叫吕氏疙瘩汤，我还蛮喜欢喝他们这边的疙瘩汤的，尤其是海鲜味的。你咋了？嗯。你刚刚在车上就睡着了，就是一边刷着手机，刷着刷着手机手就垂下去了。嗯。就是冷的时候在车上啊。嗯。吹着凉风特别容易睡觉。点了一个烤红薯。这个叫渔民小白菜，好像是。哎，看着挺清爽的。嗯。没想到它有汤是吧？嗯。还有粉丝，还有蛤蜊。这也不是白菜，这不青菜吗？海鲜疙瘩汤，2到3人的，我觉得这个量正好。嗯、对。之前那份就有点量大哦。嗯。这个还差不多。它这个海鲜疙瘩汤是它最贵的，它还有很多青菜疙瘩汤、蛤蜊疙瘩汤。这一份是30块钱。对。那帮我也盛一点。嗯。喝点热乎乎的。冬天就想喝这个。你为什么喜欢喝这个？这个好像很好做的，有一些。嗯，它这个海鲜没有那么鲜，没有像之前那个，就是我们在开海吃的那个蛤蜊的那个，或者加利黄的那种，没有那么鲜。这里面像是加了西红柿啊之类的。哦，它有单独的西红柿疙瘩汤的。那它的海鲜是加的什么？就一些虾肉啊之类的。